日高圆圆新剧正在拍摄中。有网友晒出赵又廷前去剧组探班的视频，视频中高圆圆穿着私服与赵又廷一同站在房车旁，夫妻俩聊天过程中一直手牵着手，还不时晃动一下，好甜。看着两人在片场手拉手，像极了热恋中的小情侣，超甜蜜，满满的都是狗粮，磕到了。